上古有仙，隐于蜀山。此山仙气缭绕，开万物灵智。天地初生之时，一气分二，清气直上云霄，化而为仙；浊气下沉，落地为魔。为仙者庇佑苍生，为魔者祸乱天下，不得安宁。会死吗？阿和，一会儿好好跟在师父后面，为师会护住你的。就魔性不改，扰乱三界。今日我要替天行道，还天下苍生一个清净。魔性不改，凭什么你们就是仙，我们就是魔？一旦堕入魔道，永世成魔，不要痴心妄想了。杀尽先祖最后一人。给我杀！杀！一个不留。Thank you.
干嘛呢？没事儿啊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有人。师傅，我也没事儿，要不然咱们找个地方聊会儿天。聊啥呀？说孩子姚世淼，滚回家去！吃你的糖，耽误事儿。那就好了。哎，师傅，早知道我去了。哎，师傅，我肯定比他强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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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啊？你那点阳气能有我们四个人阳气重，所以我们才是诱饵，咱们追猫妖啊。他被八卦镜所伤，跑不远。这帮蠢货，师傅，你歇会儿，我来吧。骂谁呢？师傅，你腰不好，我怎么让你骂我？师傅，我太残忍了。行，宽带系好了吗？对啊，系好了吗，师傅？我问你呢。我忘了。原来是峨眉的几位仙友啊，这小小猫妖就不劳仙友麻烦了。小小猫妖都抓不住，昆仑当真是无人了呀。这话说的，我们捉妖十分枯燥，逗逗这猫妖玩玩而已。好啊好啊，那我们一起玩吧。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改日再去。哎，把我们妖怪留下，咱们就此别过。这妖怪又没写你昆仑的名字，当然是谁抓到算谁的了。师父，要是我就忍不了。要么你们今天把妖怪留下，要么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师父，我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包子，包子救我。师父，师父救我。师父大意了，对付他们几个不能用蛮力，得智取，靠这儿，看我的。
是吧？我可能也大意了。国术三生，放了他们。师姐，我来。知道我腰不好，还往我腰上踹，还当着那么多徒弟面前，太没面子了。师姐与我相争多年，不能被他发现咱俩的事儿。咱们还要瞒到什么时候？等你当了昆仑的掌门吧。我当掌门，那什么时候才轮得上我？峨眉的掌门，我是当定了的。这个我是用法力写上去的，平时不会出现，在你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，它就会显示。这样，我就能立刻到你身边去救你了。是我去救你吧？两门大比我快到了，你今天还是要耍滑吗？我这可不是耍滑，我只是啊不轻易动手。得了吧，我还不了解你。哎，小何，你看这蜀山的风景多美啊，水像镜子一样。再美也不及你万分之一。你除了会耍贫嘴还会什么？幽青，你果真没有让为师失望，多亏了师姐妹相助才能如此顺利。好，如此心性，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再过几日就是昆仑峨眉大比武了，居院幽青，你们要带着大家勤加练习，到时不得辱没了我峨眉的名声。是。居院，你身为大师姐，还要多加修炼心性，不要整日争强斗胜。是师父。下去吧。
师兄，你应该叫我掌门，那么多年你还是没规矩。哎呀，师兄，您这就太教条了。听说你带几个徒弟去捉妖了，这次去了有什么收获吗？这次真的不怪我们，我们家那妖怪已经捉住了，结果被峨眉那群人给抢走了。明明是自己技不如人，现在倒过来还强词夺理。师兄，够了，两门快要比武了，你也是当师父的人了，我不指望你为昆仑扬威，你也不要给我们昆仑丢脸。是是是，那我先下去了，师兄你好好修炼吧。等等，师兄还有什么事吗？那么多年了你还是没出息，有事没事就去师父坟前打小报告，让师父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。行，我保证。我保证什么呀？哎，师傅，我没事来看看你怎么了。来，我先喝。师父，我跟幼青现在感情不错，但就是见上一面特别不容易。你说这谁定的破规矩啊，太不人性了。师父当年跟上清师太感情不错吧？你俩怎么就没在一起呢？知道你瞧不上他，这酒还是没师傅酿的好，这牵引醉怕是喝一坛少一坛喽。喝多了，被大师兄发现，他又该说我了。我过几天再来看你。年的圈了，那师祖没教着你别的呀？有啊，还有吗？师傅还有。师傅，这回没了。哎，师傅，这是换汤不换药，你这是欺骗。那么多废话，修炼之人要戒骄戒躁，为师这是教你们打好基础。一看你们就没有领会到这招的含义。想知道这招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呀？
记住，我们是猴子派。休息会儿吧。有请，有请。你怎么来了？被发现了你就死定了。我想你了呗，顺便来侦查一下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哎，你疯了！这要是让师傅师姐知道，我这掌门人继承人就旁落他人了。当掌门重要还是我重要？嘘，快回去吧，别讨厌了。我不听话，快回去。就不，那你要怎样才肯回去？亲我一下我就走。跟谁说话呢？没有啊，我自言自语呢。你注意点。金鸿掌门继位以来，这昆仑的士气倒是强盛不少。师太夸奖了，先师还在的时候，我昆仑士气还是不弱的。今日两门大战，切记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性命。先师的走，这昆仑众弟子都由你来教导，稍有不足也是情理之中的。先师是为了保护三界而死，我也是十分钦佩。现在我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要好好保护梵天界，保三界不受打扰。金鸿掌门心系天下，在下佩服。师太夸奖他。昆仑胜！昆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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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弟子切磋结束，此番师叔演武比试，两派各出一人。师姐，我来。也好，那师妹可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，给我们峨眉丢脸，让师姐笑话。我不会让着你的。那你可千万别让着我。还真的？你以为呢？天机，开！反天！你竟然牺牲自己的元神来封印我！要和你同归于尽！
师祖，师祖。景皇，听我说，昆仑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师父。师父，你不要死。傻孩子，别哭啊。为了保护天下苍生，不遭涂炭而死，死得其所。阿和，答应我，无论天下生命多么渺小，你也要用生命去保护他们。是，师父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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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圣母梵天以神格化镇魔石，镇万魔于梵天境内，梵天境则昆仑而息。弟子惊鸿在此设下大阵封禁梵天境，我昆仑弟子定当世代镇守于此，护佑苍生。背靠双山，毗邻孤坟，四面低垂，八风交吹，此乃大凶之地。这儿就是猫妖经常出没的地方啊！这猫妖十分狡猾，你们不要掉以轻心，要仔细观察，不要放过任何机会。是，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你看，此女子目光犀利，手持冰刃如此锋利，动作如此娴熟，而且十分的凶险，我想这一定就是猫妖。滚！好凶啊，什么玩意儿啊。师父，你看此人目光呆滞，毫无公害地看着我们，一定是在伪装。我猜，他才是猫妖。吃糖掉牙！你们这帮傻子！你们没有发现，这村子里面没有男人吗？嗯。村子里的男人都被猫妖所杀，并吸光了他们的精气。只要有男人出现，猫妖就会嗅到他们的阳气。所以，我们要留下一个人当诱饵。这是灵奇，只要有猫妖出现，他就会有反应。啊，这么厉害！师父，那咱们派谁当诱饵呢？哎哎。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嗯，看来又是我。
淘气。昆仑在上。师太，承让了。幼卿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为师说的吗？师父，幼卿辱没了峨眉的名声，弟子甘愿受罚。师父，师妹也是一时大意，才败给昆仑那小子。对啊，师父，师姐只是一时大意。幼卿，你要自律，不要辜负了为师对你的重望。是，师父。师父，今天昆仑那小子用旁门左道侥幸胜了我们，是不是我去教训他一下？不必了。师父，弟子甘愿为师妹弥补此次过错。师父，弟子愿意将功赎罪。这次就由居彦负责，你们配合我去捉拿桃花妖。桃花妖？此妖属极阴，所以你做诱饵，一旦引出便发出天雷火为信号，剩下的就交给为师。是，弟子定不负师父重望。好了，为师累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酒呢？来了来了来了，倒酒倒酒倒酒。哎，来，各位听我的，咱们师父比武大会那是大获全胜，咱们做徒弟的敬师父一杯，怎么样？好，来，敬师父一杯，敬一杯，敬师父，来。这算什么？可以可以。上回捉猫妖，那是我让给他们的。这次的比武，谁输谁赢，一看就知道。就是，师父太棒了，师父真厉害。现在知道我锁空环的厉害了。以后你们还小瞧吗？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师父，掌门叫咱们抓的桃花妖到底长什么样子？对呀、啊，有这么厉害吗？是啊，还要让师父亲自出马。对、啊、对。想知道吗？想。我给你们普及一下。先倒酒。倒酒倒酒倒酒，快快！来来，喝喝喝。哎，师父说吧。据说这桃花妖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。哦，你笑。来酒，再来壶酒。这桃花妖是人间的阴魂怨气累积而成，附在桃花树上，借着木精之气演化出来的妖血之物，属极阴之妖。传言他眉如画，肤胜雪，眼含秋波，朱唇流齿，堪称绝色。哇哦，挖个屁。他虽有倾城之姿，却最喜吸食人血，尤其是年轻女子。
什么都劳烦师傅，要我们何用？这些道理他们不会不懂，是不会不懂，这桃花妖必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来坐坐坐，是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。师父，走，随我去昆仑拜访下青红掌门。萧何，上清师太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不是跟峨眉弟子袁幼卿有感情瓜葛？没有的事，我那只是为了救幼卿师妹。幼卿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菊燕，是师父。一直追求幼卿师妹，她一直没有同意，一切都是我单相思，跟她没有任何关系。师太，请您高抬贵手，要罚就罚我吧，跟她没有任何关系，她真的毫不知情。幼卿，她说的属实吗？我和小何确有私情，请师父责罚。萧何，你作为昆仑师叔却不洁身自好，我现在要你在昆仑列祖面前起誓，永远不可以跟峨眉弟子袁幼卿有任何的感情瓜葛，你听见了没有？答是。Ah!
师父，以前大师兄他不让我来看你，现在好了，我可以天天陪着你了。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？跟师父守墓啊。师父的仙体不见了。师兄，这是怎么了？你犯了戒律，掌门仁慈罚你为师祖守墓，可你连师祖的墓都守不住。我不知道啊。不要说了，先把他押到四国衙，等候发落。包子，你说师父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哎，不知道啊。转生之术复活了，快找出施法者，否则昆仑教。
师父，师父，阿和，我身体不受控制，不要过来。阿和，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，你先走开。这是怎么了？师父，您去，师父小心，不要过来。师父小心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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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红，没用的。师父，让我知道谁把你变成这个样子，我肯定饶不了他。金红，请出梵天镜降服我。不行，这样的话你会灰飞烟灭，永不能超生的。只有这样才能救昆仑呐、啊！不行，弟子下不了手。金红，不必多说，我已经知道了。耀青，耀青，金红，你师父的功力远在我之上，我撑不了多久，快请出梵天镜。师兄，不要啊！师父会灰飞烟灭的。金红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大局为重。金红，别犹豫了，快降服我！师兄不要！还是不听你师兄的话。师父，
您别走。其实你每次到我坟前跟我说话，我都能听见。想不到我师徒俩还能再见一面，我知足了。今后你要像以前一样，尽力辅佐你师兄。在我的计划当中，幽冥转生术是我练的，玉清子也是我复活的。之所以复活那个老东西，就是为了换回梵天镜。只有拿到了梵天圣母的元神镇魔石，我才能统一仙魔两界。师父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跟你拼了！师父，阿哥，不，有情，等我统一了仙魔两界，你就是峨眉的掌门。如果你留在此地，将会与昆仑一起亡，顽固不化。哼！师兄。听我说，师兄，你不要说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昆仑就交给你了。师兄，我不行。不可以不行。还有，我不想像师父你答应我，答应我，我答应你。师兄，师兄，什么？师兄，阿和，你要主持大局啊！嗯，师父也死了，师兄也死了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你别这样，现在应该率领昆仑把梵天镜夺回来，替他们报仇。你就是个废物，贪生怕死的家伙，我看错了你。你还记得你答应你师父和师兄什么了吗？他们为了保护你们牺牲自己，他们为了什么而你呢？你不去我去，即使死了，我也不愿意跟你死在一起。走啊，师父！我早就说过，
能控制得了一切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来晚了，玄天被放出来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们也打不过他们呀。是啊。怎么怕死啊？你说什么呢？说的不对啊。昆仑众弟子们听我号令，在一起冲上去给掌门给师祖报仇。报仇报仇报仇。你什么时候成昆仑掌门了。连我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，何以保护天下苍生？昆仑众弟子听令，在跟我一起去教育一下那个老妖婆，顺便收了玄谦。是，掌门。峨眉众弟子听令，在随我一起消灭魔族，拯救苍生。是。半天静里吧，省得我再动手。范天静在此，有本事过来拿。上。
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徒弟和爱人死在你面前。这个我是用法力写上去的，在你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它就会显示，这样我就能立刻到你身边去救你了。是我去救你吧，萧何。你看这蜀山的风景多美啊，水就像面镜子一样。
们俩没事吧？太感人了。大师亲，那是爱。看来他俩对我有意思。萧何以一己之力封印魔族，保得三界。今日成天地之气运，即昆仑掌门之位。自此以后，正身、修性、扶妖降魔，以正道心。何，景色好美啊！再美，也没有你人美。